太君何在？本宫历冠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无量寿佛。你就是曾为寿王妃的杨氏。烟云过眼，春梦无痕，贫道棘手。你当真皈依三清，做了全真弟子，受皇上御赐，法号太真。那寿王妃的一生显耀，为窦太后建福，功德无量。寿王妃，贫道太真。琼楼玉宇，锦衣玉食，你能毫无眷恋？北窗下卧，阴风入梦，富贵于我如浮云。寿王吗？缱绻深情，锦帐里细雨温存，人非太上，你又岂能忘怀呢？梅妃娘娘。净水、香烟、鲜花、烛火，我不明白。清净、无为、自然、顺化。你确实一心向道，立志保真。天日可表，人神共鉴。那皇上何以常到太真观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皇上为窦太后行礼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就如梅妃娘娘光降，贫道太真又哪敢说半个不字。杨氏，你真是辩才无碍。太真不敢逞口舌之力。那就好。
下，杨玉环该知道自己的处境，要怎么做，他心里应该有个数了。启禀大人，但是从泰山观回宫以后，娘娘似乎有满腹的心事，并不开心哎。哦，他要警告太君道姑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还不开心呢、啊。这，夏荷不敢说。在丞相面前不必拘礼，有话直说无妨。是，夏荷以为娘娘是见到了太真道姑美丽动人的相貌后，才不开心的。此话怎讲？因为娘娘可以警告太真道姑，但是却改变不了她的面貌，以及皇上对她的喜爱呀。夏荷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有这等见识。你的看法的确不错呀。多谢大人过奖。这些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，老夫自有安排。你回去禀明梅妃娘娘，就说老夫保证皇上会常在她的身边，只是她必须先和贤仪公主见个面。不知娘娘驾临，有失远迎，上席宿醉。快别这么说，我终日在后宫里，时间难以排遣，所以出来走动走动。公主，你请坐。谢娘娘。宫中上下都传颂梅妃娘娘的美貌，今日有幸才得以瞻仰绝代风华。多谢公主的夸奖，不过我倒听说一个人，倾国倾城。哦，梅妃娘娘说的是？就是寿王妃呀、啊。哦，不，应该说是从前的寿王妃，现在的太真道姑。太真道姑的确生得美艳动人，不但美艳动人，而且还多才多艺。只可惜红颜薄命。娘娘为何有此感触？我前日曾到太真观祭拜窦太后，看到了太真，她心情十分苦闷，而且过得不快活，因为她在思念一个人，那就是寿王李瑁。我知道你很惊讶，如果不因为你是寿王的姐姐，我不会把这些话告诉你。公主，你我都是女人，应该了解那种冷静。无语问苍天的日子有多么难挨，只怪他的条件太好，天父之女难为，也只有认恩爱夫妻，永结同心，难道寿王也能割舍得下？能与不能，都已事过境迁。寿王可有去冠中探望太真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难道他不思念旧情？这，我知道你跟寿王手足情深，如果公主跟太真异地相处，又情何以堪呢？娘娘是说，公主如果把思念之情转达给寿王，让太真感受到寿王对他也是不曾忘怀，那么他一个人在观中就会感到安慰了。也苗美意，贤宜知道。
见咸宜公主。太真道姑请起，谢公主。太真洗净清华，涤除尘垢，日子可还习惯？谢公主关心。观中清幽灵静，每天与诸神为侣，香火为伴，倒也安泰。太真果然丽质天生，只本对你来说，反倒掩饰了你的秀色。浮华容浅都是身外事，太真早已忘我，不知道舒王府可还好？托府一切安好。原本寿王爷要与我同来，但因为寿王妃……哦，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寿王妃是韦昭训韦大人之女，他因为有喜在身，身体不适，寿王爷不放心，不便前来，所以托我代为致意。太真不敢当，请向王爷致谢，祝他侧心扉又将为人妇。玉环，多亏你，如果不是你，寿王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，更别谈丽妃身子。只要王爷无恙，太真的牺牲算得了什么？我知道委屈你了，但事到如今，许多事情都无法挽回，只有让一切维持现状才是最安全的。玉环，我和寿王会一辈子记得你，感激你的。公主，太真既然入冠为盗，自然了断尘缘，请回去告诉寿王爷，让他安心当他的王爷，享他的天伦之乐。太真另有晚客，是没了。果然中了老夫的圈套。启禀丞相，您交代的信已经拟好了。丞相过目。
朕有点不舒服，你先退下。皇上，下去。遵旨。板儿，奴婢在。叫他们都下去，都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哎，你们都下去吧啊，下去下去。哎，你们也下去。连你也下去。是。你们都退下。是是。玉环，玉环。皇上，我恕罪，太君不可以。玉环，你为什么老要躲着朕？为什么？玉环，难道朕就真的这么可怕吗？啊，就真的这么可怕吗？不是你的生命，
需要你的心。凡事要想开一点，别往心里去，要以龙体为重啊。皇上，来吃点水果吧。爱妃，还是你比较了解朕。蒙皇上垂爱，臣妾应该扬起圣恩。后朕应该常来你这儿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妾前日曾往太真观。你去太真观干什么？哦，啊，臣妾去祭祀窦太后啊。臣妾看到了太真道骨，他果然明艳动人。唉，难怪。难怪什么？观中寂寞难耐，他又天生丽质，他思念寿王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你们还说了些什么？啊，没说些什么。只是后话家常，可是在他言谈间总是念念不忘寿王府种种的。哼，我刚从太真观回来。皇上，我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唐之天子，万物皆归朕之所有，可是偏偏就在这眼前的我，朕却拿不到。这种先有梅妃娘娘，后来又有贤宜公主，自从他们进了太真观以后，我们太真道姑的心情就越来越坏了。难道这是巧合？不，绝不是巧合。嗯，一定是有人在幕后安排一切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的棋高一着。公主，老臣今日前来，一来是探望公主，尽致问候之诚；二来是为了太真道姑之事。关公公，太真道姑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听说前日公主曾往太真观探望过太真道姑。不错，自她入关，本宫疏于问候，再加上梅妃娘娘所言，更让本宫觉得更该去看看她。但不知梅妃娘娘说些什么。梅妃娘娘日前祭拜窦太后之时，曾与太真道姑交谈过，得知太真对过去与寿王之情不能忘怀，所以终日在观中以泪洗面。梅妃娘娘是如此说的？半点不假，所以本宫才决定赴太真观稳定太真的情绪。公主处事精明果断，老臣佩服。公公过奖了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梅妃娘娘莅临太真观，又突然来找本宫，难道？难道她对太真道姑？公主是怀疑她对太真别有居心。公公，
难道你不觉得这是来的蹊跷吗？这么晚了，还有何事禀奏？启奏皇上，太真道姑接获宫外一封密函，经查明是寿王所书。这有此事？传信的太监已经扣押了，请皇上圣裁。启奏皇上，太真道姑不守清规，与寿王暗中款曲，实在大胆。高总管何在？启奏皇上，大概在寝房休息。传旨下去，即刻到探针观去查个明白，再回来禀报。遵旨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烦人的事？请皇上息怒，待臣妾为您奏一新曲，为您解忧。不用，只想出去走走。恭送皇上。参见朕。方公公，夜深了，何事如此紧急？皇上传旨，叫我查问密函的事儿。不知方公公所指何事？朕人，刚才不是接到寿王的密函吗？此事从何说起？传信的小太监已经被我收押了。真人，还有话说吗？真人，要不要我去找高公公？阿瞒，退下。真人，密函可以拿来了吧？子虚乌有之事，我哪来密函交与公公？哼，带我进去。放肆！太真观乃我亲兄师弟，你是什么身份，敢随意进出搜查？哼，皇上在每一年内寝宫亲口传旨，叫我到观内搜查。圣旨何在？我要进去搜。大胆！方公公，他们不善舞刀弄棍，万一失了方寸，伤了公公，太真内疚难安。
何况寝房是起居之所，公公你方便进去吗？方公公，夜深了，请回吧。太真清白，不容轻蔑。这，他不让奴婢找啊。哦，为什么？他说寝房奴婢这不能进去。没用，你不能进去，我进去。哎，太真稍安勿躁，参见总管。禀总管，板儿都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回去吧，这里由我来处理。皇上传旨，让小的查明密函之事。皇上传旨，要我们两人一起查明此事，你单独行事，大胆。是。你，奴婢。叩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谢娘娘，请娘娘回宫休息，此事由微臣处理，明日向娘娘回报。高总管，人证物证全在，不必再查。臣知道，臣会要太真交出密函。皇上非常生气，量比高总管应明白此事的严重性。臣明白，请娘娘回宫休息。送娘娘。婉儿，奴婢在。你把方公公所说的那位传信的小太监带着我房间里看着，等我。是。皇上怎么说？皇上是大发脾气，要太真马上交出了密函，还要继续追查寿王的动机。总管明鉴，此事纯属诬告，太真含冤，想觐见皇上亲口说明。你是清白的，你敢面见皇上？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请总管带太真觐见皇上。好，走。跪下！跪下呀，兄弟！跪下！你在这跪着。
摄王密函之事似乎另有隐情，请容太真道姑当面奏报。嫌疑公主入冠之事你可知道？臣是方才知道。摄王的近况如何？启奏皇上，惠妃娘娘薨逝之后，摄王深居简出，不与友朋往来，连饮宴筹作都已经停止了。李氏，你常年在宫里，外面的事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启禀皇上，前次太真道姑染疾，臣找奶娘入冠服侍，是奶娘亲口告诉微臣。除太真外，你们到门外候着。遵旨。遵旨。嫌疑公主探访在先，朕想她虽然多事，也是一番好意，就算了。至于你嘛，时日久了，你总该清楚了。关于寿王密函一事，你作何解释？此事为方公公捕风捉影，诬告太真。你说的话句句当真。启奏皇上，太真深受皇恩，感激有恐不及，怎敢心生二念，请皇上明鉴。如果朕查出来是方仲坤所作，必将严罚；如若不是，那你又作何处？如果真有此事，请皇上赐死。起来，起来。皇上不相信太真，太真不敢起来。好，那你就跪在这儿，你要是不回冠去，朕可要休息。太真可以在门外彻夜长跪。朕相信，起来吧。看你哭的，朕的心都要碎了。来人啊！臣在。把太真道姑送回冠去。遵旨。太真道。李氏，臣在。传旨下去，连夜追查，明早汇报。若真有密函，立刻捉拿寿王，但不得惊动太真。臣明白，快去。臣告他。休息，我要在这里想一想。你去休息吧。我好。
信不见了，不要出去，等我回来。启奏皇上，高总管房东一名太监遭人刺死，请皇上以安全为重，不可离开寝宫。高力士，高总管去严查此事。太真官可以派人守卫，启禀皇上，已经派人守卫。臣告退。多礼。那封信现在在何处？已经交给方公公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夏荷。是。启禀梅妃娘娘，禁卫军军官做八步求见。快躲到里边去。参见梅妃娘娘。不必多礼。谢梅妃娘娘。启禀娘娘，今日宫中一名太监遇刺身亡，属下奉命派员加强周遭安全。有贼啊！有贼啊！快走。我不知道。啊？哎，他又是谁呀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知道。哎，你知道？哎，是啊，他们就是潜入太真观偷东西的贼。好，来呀，拿下，带去交给陈将军。是。走。信在哪里？启禀总管。哼，启禀总管，你心里只有李林甫。好，好一个连环之计，
信是你拿的还是在梅妃那儿？说。启禀总管，我一直在跟着您呢、啊。我杀人灭口是你玩的小把戏，对不对？总管，这无凭无据可不能血口喷人呐。嗯，这好，带出来。是。进去。禀总管，十二人至太真观偷信之事已经全部招供。王公公，请把信交出来吧。将军，我交出来。总管，我这玉环。